假如学习有专柜，身穿朴素衣服去办爱考试，会不会被区别对待呢？今天哈，我们一探究竟。我现在已经排了30分钟了，马上就到我了哈。哎，马上我们办卡。关于爱考试，请问有什么可以帮到你？我随便看看。好，随便看吧。请问一下，有没有53呢？那有没有经考证呢？都没有。你是不是把他们相片化？我们这里是没有这种说法的，我们是根据咱们家的做题情况记录优先给你的。Very good student。好吧。你要是摄像头吗？第一次我们并没买了金考生53，现在我们变装一下。现在呢，我们换成了名牌高中的校服，那这一次能不能买到呢？我们再去试试看。你好，欢迎光临爱考试。你好呀，你是成都00其中的优秀学子吧？哎呀，一看你就特别的有气质。来，请进。不好意思，这是给你拍摄。可以的，可以拍的。今天过来是想买点什么呢？这里有没有53呢？有的。金考证呢？都有的，我们这里的货很全的。那这边的话就是我们53和金考证的全部了，你看你喜欢哪个，我去货给你拿新的。我看一下哈，这个啊，就除了这两款，你全部包起来吗？不是，我说要这两个。不好意思哈，好的，我马上去货。没事，好。您好啊，这边给你准备了一些小点心和核桃汁儿哈，你慢用。这两款包起来吧。就这两款了吗？哎，好的，您稍等哈。哎，不好意思，周总好，来，您的53和金考证哈，来这边的话是我的微信，你有任何的需要都可以联系我的。哎，好的，爱考试，欢迎你。换上名牌高中的校服，我成功的买到了金考证53，这种风采值得。怎么看？假如学习有专柜，啥退不了嘛？现在在嘞，我也退不了嘛。同学，我已经给你解释得很清楚了，您的这个题拆封并且已经做过了，我们是没有办法进行二次销售的。我不注意两大，咋晓得这个题来不来嘞？咋是你们题行不行嘛？现在我觉得不行，为啥不给我退嘛？不是说我不想给你退，我们全球的爱考试都是这个样子的，不是说我也没这个权限，对不对？我也没这个权利，对不对？谁啥子嘛？谁啥子？我这两天要退，给我退！同学退不了，退不了，我退我要退，喊你们经理过来。叫什么经理啊？叫保安。保安经理。阿昌是这样子。保安经理。阿昌。同学是这样子的，我刚刚和经理商量了一下哈，这个卷子的话实在是不能给您退，但是呢你可以选择一个同等价值的试卷，我们给你换。行吧，你看呢？啊，就这个嘛。这个的话就比原先那个要便宜50哦。没事，差价补给我就行了。我们确实是不能退差价的哦。啥子店哦？啊，那边那套嘛。这个吗？这个的话您还需要再补120。啊，就那个嘛，我咋说分看。好的，您说呢。同学你好哈，您的试卷已经弄好了哈。今天的事情实在是不好意思啊，来好你的试卷，爱考试，欢迎您下次光临。我找了一个人。假如学习有专柜。您好，欢迎光临爱考试，请问什么可以帮到您？有没有套卷？需要哪一款呢？金装53。不好意思啊，没货，稍等。没货？那个不就是吗？这个是给其他客人的，我建议您可以先看看我们这个文具区。就是要我配货吗？我们爱考试是没有这种说法的。同学之前来我们家有没有做题记录呀？没有，第一次。那这样子吧，我先帮你登记排队，但是我们系统的话会自动筛选客户，拿不拿到53，这个就只有看运气了。懂了，那就去看看文具区吧。好的，请跟我来。这个债书戒是我们家的经典款哦，还有这个书签也是非常不错的哦。我感觉都不是太实用了。要做金装53的话，搭配文具会更加好哦。那都给我包起来吧。那现在有金装53了吗？这个显微镜怎么样？这个显微镜非常不错的哟。我要这个干什么呀？我不需要，我只想要金装53。您系
是要的。这个人会怎么样？可以的话，我就去把午餐给你拿过来。行行行，买买买买。好的 ，Mary， 去把这位顾客带到我们 VIP 室好吗？好，恭喜你。哇，原来这就是传说中的爱考试小黑屋啊！您好，不好意思，同学，久等了。好，来，您的午餐我先给你尝。哇，哦，是我喜欢的紫色和黄色。来检查一下吧。好的，好的。我买单，我用那个学生卡。啊，好的，马上，您稍等。为了买午餐，又买了一堆破烙回家。嗯。那些年的体育课。按照国际惯例哈，纪委先带着同学们跑两圈。咋个又要跑？下班接完货就解散了。老师不舒服啊。民班女生一上体育课人儿不舒服，下次不允许了，其他同学来跑。一、二、一。其实我是没看到，有不这样不好。Yes， 少跑了一圈。天气也比较炎热，我们就不做外面运动。